好，主持人带您关心哦，今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呢是回访到了新北市，那来参加这个医师后援会的成立大会。而在致辞当中呢，他也为了自己连日的下区民调来报区，我们听一下稍早的现场画面。我在新北市拍摄，我做十三年，我们不但拿了四连霸五星级的市长，民调小团，结果呢？不到短短的三个月的选举，能不了白给你啊？嚯！我有一做错什么事，也没有做错什么事，突然民调从那边打到成这样，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也看不清楚哈、哦。不能让狗黑造谣充斥这个社会，不能让很多利用行政资源的民进党拿来作为选举操弄的工具。好，可以听到侯友宜是非常积极的要来争取医师团体的认同，他也承诺自己如果当选总统呢，接下来就会在全国 GDP 拿出8%这样子的预算来支援这个医师团体的相关经费哦。不过呢，今天下午呢，他也会到了云林来参加这个后援会的现场，到时候就会和云林县长张立善来碰面。至于会不会跟张荣卫来碰面，会不会来争取张荣卫的支持，侯友宜则是态度低调，他只是说自己会和张立善来合作，争取全台湾人民的福利。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。